你快点看，深夜徐老师是被下降头了吗？自从他从戛纳回来，他这些选题，我的妈呀，又贵又难买。他以为他是谁？以为我们跟他一样都是身家百万吗？我要气死了！我到底关注了什么人啊？取关，气死了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老师。最近很难过，因为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我膨胀了，我觉得自己也没怎么膨胀，大家就这样说我。就算我在戛纳用着海蓝之谜魔酒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块钱好物啊。下面就赶紧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一元好物，它的名字叫腋下吸汗贴。就夏天很热嘛，爱出汗的同学哪里最先流汗？腋下。不信你现在看看你身边的人，观察观察，他腋下很有可能就是一滩湿湿的。比如说裤子，裤子它每到夏天的时候，它几乎是随时随地望向它，它都在出汗。那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裤子，它的解决方案就是它上班会带两三件衣服。我觉得这个解决方式不太好，因为洗衣服真的很浪费时间，所以这种腋下吸汗贴就显得非常必要了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具体是怎么用的。它很贵，它要40块钱，但里面有40片，也就是说每一片只要1块钱。它表面是一个像姨妈巾一样非常吸水的材料，就是你把它给撕开，它就是有一个粘性的面嘛。你把这个东西贴到衣服里面，大一点的贴到下面，因为你流汗是往下流的嘛。贴上去之后呢，大家肯定会想说那会不会不舒服啊什么的，但其实我的经验是，只要你穿的 T 恤它的袖口是比较宽松的，不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你甚至可能贴完之后完全没有感觉。我给大家测试一下粘性。用腋下吸汗贴，在公司你将会是备受瞩目的好员工，在学校你将会是爱提问的好学生。腋下吸汗贴，你值得拥有。下面这个神器厉害了，它是我们整期视频里最便宜的，跟我一起读 alcohol pads 酒精棉片，它要9.9元，而且包邮。我都不知道这个厂家赚什么钱。我们把它打开，里面有整整100片哎，所以说其实每一片只要不到1毛钱。它装在一个纸质的包装里面，这个纸质的包装是你从哪里都可以随时随地把它给撕开的，非常方便。那这个酒精棉片它有很多很多的用途，比如说用来擦你的眼镜啊，用来擦你的手机啊，包括如果你有伤口，然后你一下子没有找到创可贴啊，没有办法去清洗它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酒精棉片去进行一个消毒。所以我了解很多明星的经纪，他们会随身带着这个东西，因为明星很容易受伤嘛。哎呀，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现在这个东西厉害了，很复古，它是键盘清洁胶，其实它的学术名叫做魔力去尘胶。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看它的质地。它的常规用法就是比如说清洁像电风扇啊、窗台的缝隙啊、键盘啊。在中国，五谷始终是一个在变化的概念，而到今天，面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了。揉面是中年女子成长为女人的过程中必须要掌握的，配上一块发酵多年的上好键盘，看似两者形态各异，互无交集，但其背后有着很深的门道。最后这个东西也很精彩了，它其实是男生很喜欢的一种东西，专门用来保护手机的那个数据线，套上然后你用打火机烧一烧，它就会紧缩裹住你的数据线。反正就是直男喜欢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。想要它更持久，你就得牢牢地套住它，先热后冷，持久的体验。今天的一块钱好物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自己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每一个超级棒，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评论，关注深夜徐老师做精致的水晶女孩。哎，菲菲，你知不知道徐老师最近发了个一元好物的视频，是不是听到我们在骂他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好看到，而且竟然还不错，1块钱的东西我已经下单了，那是真不错吗？